Hello， 大家好，我们硬邦邦又回来哦。本期的主角呢，我们来做一下鲍鱼。今天呢，我们会另外两种更简单的方式呢去呈现它哦。因为很多人买了大鲍鱼以后都不知道怎么煮了。小鲍鱼呢，因为近年来呢价格都逐渐亲民哦，小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斤，所以呢是很值得一吃的一种食材。贝壳的边缘一边是比较薄的，你看这边比较薄，这边是比较厚，厚的这边呢是包覆它的内脏在里面的。我们杀鲍鱼的时候一定要从薄边这边开始入手哦。拿一种类似生蚝刀刮一下它的备注，它就下来了。你不用搓一搓比较润滑吗？不用，这干干的也没关系，它逐渐自己会湿润的。然后这边呢划一圈，小鲍鱼我们今天不要它的干哦。虽然大家都知道鲍鱼干是个好东西哦，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大鲍鱼，就只吃它纯肉就好了哦。这个就是我们去壳的小鲍鱼哦。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嘴巴这边呢给它剪一刀，剪一刀是为什么呢？方便把那把我的牙齿给它弄出来。竟然有牙齿，那我之前还有一些大胆的想法，好可怕。大鲍鱼还是这样，小刀刀割断它的备注，备注已经差不多割断了，有没有？那个连接手啊，一定要用手，一定要用手啊 ，touch 它 ，touch 它的最深处，类似一个锯的地方。手法娴熟。然后这鲍鱼哈，它的鲍鱼干的位置哈，在这边，其实它连接点很小了。你再拿剪刀稍微给它这样剪一下，它就掉下来了。鲍鱼干哦，我们拿个盘子给它收集起来。哇，今天大概会有五副的鲍鱼干。这个取完内脏的鲍鱼也是一样哦，呢，它的牙齿在这里面的，所以你会拿出你的剪刀给它剪一下。剪一下之后，手可以撸进去，看到没有 ？teeth， 哇，这个你应该咬一口，咬一口会很舒服。刚刚我们取出来的澳洲鲍鱼的那干，它很多的水啊。所以我们现在进行沥水的动作哈，知道鲍鱼其实会吃点水的，让它是薄嘛，对不对？这类东西其实它洗过盐巴之后都会更 Q 更紧致。盐有什么讲究吗？看到盐没有？家里头因为食用盐没了，就只能用这种红盐，一般是来煎牛排的。哎呀，有个脱水的动作，你就一直揉搓它就对了。但是这盐法讲真的，很多男孩子都很喜欢，两个在一起，这样它会出水是吧？对，会出水，它一定会出水的。是因为盐还是因为你摸的？都有吧。还会紧致，会紧缩起来。你喜欢馒头，你喜欢鲍鱼？我喜欢巴特胡莱。爱好好广泛。还是莲花、嗯？跑车，我说的是跑车，我说的是跑车，没问题吗、啊？没问题，没问题，当然没问题。经过我们的研发之后，有没有这些鲍鱼都变得非常的紧致？六只大鲍鱼。我们把鲍鱼呢冲洗干净，扔到旁边，烧一锅的水哦，把我们的鲍鱼呢简单进行一个穿烫动作哦，会带着盐呢，不用太，水滚哦，水滚了就可以了，我们不用给它煮太久哈、哦。这些鲍鱼还在冲洗一下哦，呢，白白的、黏黏的，哇、哦，好香啊，然后吃猪肉的感觉，很强烈的鲜味在。好、哦，来准备一下蒸这个鲍鱼哈、哦，要一个萝卜的配菜，昆布，也就是干海带，不用讲的那么神秘啊。拿出我们的老伙伴。当烘，把酒去湿润，把我们的鲍鱼再煮穿一下哈。这原壳哈，上面放一块菜头，海带呢给它盖住它，用这道菜叫九蒸鲍鱼。这时候你最好观察一下自己家里的锅哦。我们标准是这么大的鲍鱼啊，起码要蒸3到4个小时。你水到底有没有够？你经常要加水，你要时时的观察。备了很久的鲍鱼干哈，干了基本上绝大部分的水。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打个保鲜膜。为什么要打保鲜膜呢？我准备给它做个清蒸的动作，我不想水进去。这个干呢，我们准备给它再蒸个10分钟。这个是我们刚刚清蒸完哦，原汁原味的鲍鱼干哦。鲍鱼干呢，它是带裙边的哦，裙边我们可以先取下来食用哦。啊，鲍鱼干呢，我们只给它做成鲍鱼干酱。这个呢，就是鲍鱼的干鳞线。这块裙边呢，就先给大家尝一下吧，这超好吃，超 Q， 超劲道的。来，张开嘴巴啊！这是我们刚刚已经对半剖开的哈、哦、鲍鱼干。那为什么要把鲍鱼干剖开？你知道吗？它鲍鱼干的外面还有层膜，你正在过筛嘛？我们做个过筛动作的时候，那膜透不了，要把割开的部分朝下哈、哦，过筛。
鲍鱼呢，我们蒸了快三个小时了哈。这个是没有用，萝卜也没用。这个汤是用来鲍鱼汁，汤汁不够多嘛，我们会希望加一丢丢的鱼包下去，来增加我们的汤汁的量。鲍鱼干酱哈，一勺、两勺、三勺，加一半的酒，一半的味莲，蒸一次哦。调个调味，永远的日式老三样，慢慢的把这个汤汁要收掉，拿鸡蛋来勾芡我们的鲍鱼干酱，只要蛋黄不要蛋清，还要更浓稠吗？对，一定要非常浓稠，待会才能直接包裹在鲍鱼上面，糟糕的颜色，诱人的味道，对，这种质感就是酱哦，看你不是水啊，咬到这边来，然后再过一遍吗？对，太浓了，味道一定要沾鲍鱼，不然太浓了。我们来准备做我们的鸡煮鲍鱼哦。那所谓的鸡煮鲍鱼呢，就有点像我们在做以前的祖父一样的哈、哦，那老三样的哈、哦，啊酒、味淋还有酱油，有没有？啊，两份的，我的当奉，两份的米令，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酱油我就喜欢用自己家的牌子哈、哦，所以没有广告费，混合一下，啊、拉拉。啊，如果只有这么少的汤汁，你永远是没办法煮熟我们的鲍鱼的哈、哦。那没关系，我们把主角先下去，这都开小火先哈。刚才蒸过的鲍鱼哈，下面有剩下的一些汤汁倒下去，鲜味来源。所以你不用怕说，刚才鲍鱼被我们焯水过啊，它没鲜味啊，什么东西的。所有的鲍鱼纤维是在鲍鱼干里面的，并不是在肉里面的。八分也不用彻底寂寞，就可以煮它。开大火的时候，我们今天来加个盘子下面。日式的主妇，它沸腾的时候，它都会控制在里面，这样它容易比较容易吃味道哈。煮开之后，你要关中小火，起码两个钟头。两个钟头以后结束之后，也不是直接关火拿出来吃哦，关火给它镇住，最好镇一晚上再第二天吃。如果不喜欢味道太浓的话呢，直接吃也可以，忍不住的话。哇，我们中途来检查一下哦，太香了，哦，哇塞，好烫，哎，我们煮了快一个小时了哈，再翻一边，这一锅我们大概炖了两个钟。哇，好香！太酸，我们待会把切片掉，放凉了。还要切片？要切片，一定要切片。然后切片再蘸着这个酱吃，必须的。来。OK， 我们今天呢，终于做完了我们的两道鲍鱼的菜肴哈。一道呢，就是九蒸哈、哦，九蒸原味的鲍鱼，以及呢，这叫鸡煮的鲍鱼哈、哦，有点像卤水鲍鱼一样。看起来有没有，就只有表面上入了味，是不是？那其实呢，在我们偷吃的过程中，我们有发现过，其实整个鲍鱼已经充分的入味了。观众份额也事先呢，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呢，观众份额也是很足啊，大家先拿去喽。哎，边看边吃。又到了很寂寞的时候了。你现在说寂寞，这么多鲍鱼陪着，你会被打。寂寞，也是哦。对，这叫明鲍，你知道吗？你现在舌尖上碰出的每一个鲍鱼，背后都有一个失足的灵魂。拯救失足鲍鱼，暖暖的，一点点的酒香，很鲜，非常鲜。除了鲍鱼自己的鲜味以外，我还吃出了海带干的鲜味。但是这是大鲍鱼哈，你再试试一下小的，喂。讲真，这身价差多少倍？我今天买了小的鲍鱼，一斤才40块哦，这大的要200多啊！口感好像真的是细微有一丢丢差别啊。但你摸着自己的良心的时候，哎呀，有点厚，摸不到。真的没有很大差别，两者差价5-6倍，不配，真不配。我觉得这种国产的小鲍鱼挺好的，鲍鱼干做的鲍鱼酱看着很恶心，哇，超鲜的，很甜的，哇，这鲍鱼干真的好。这鲍鱼酱真好，真心牛逼。但好像没有九蒸鲍鱼。观众份额吗？对。哇哦，毕竟中明包。嗯。我希望大家都能来品尝一下下。嗯。我都是有去过水头的人呢。嗯。啊，不对，我没去过。这是你没有去过。嘻嘻，拿走。我再尝一下卤水鲍鱼啊，不对，叫鸡煮鲍鱼。大鲍鱼就是大片的，口感给你带来那种大片的感觉，并没有什么特色，很奢侈的。这一片下去50块。哇哦，好甜哦，入味了。鸡煮的会比九蒸的更好吃一点点，因为它有味道在里面。我要尝整颗的吧，我感觉整颗吃比吃整片的更爽哎，它完全都有味道。完蛋，我们不应该去买大颗的鲍鱼，就算是小颗的，小颗就更好吃了，口感更好。在中式烹饪里面，很少用到鲍鱼干酱，这种日式的做法啊，这一口闷下去，我估计会升天小笼包。
半个，它其实讲真话啦，这整个带来的口感会更强烈，因为更肉更厚，很厚实，非常爽。那你说我吃这个是先用舌头进入呢，还是先直接用舌头卷进去啊？我觉得这个酱是灵魂的，它不能单独吃哦，因为它太鲜，它鲜过头会齁嘴巴。对，然后它加的那没有味道的鲍鱼片就恰大好处。这鲍鱼真的蒸三个小时完全够了，不用蒸太久了，什么蒸四五个小时那完蛋了，缩水超厉害，两斤的鲍鱼哟，来一块最大块的，你试试看，嗯，超大片，有一个奇怪的会吃的生物跑进来想偷吃，嗯，好吃。总结一下吧，哦，这两道菜都非常适合我们还是周末吃饱了没事看的时候在家里瞎折腾，但是你一次煮下去，哦，一定要建议大家要多多的煮，你买小鲍鱼买那一二十斤卤它一遍，随时想吃拿出来微波炉转一下也好啊，拿个小锅加热个也好啊，就可以吃它了。喜欢的视频呢记得给我们个点赞给三连，哦，啊，能分享就分享一下嘛，哦，我们下周再见啦，想要